有个听众呢，诶，这个问题我觉得挺好的哦。他在讲说呢，他2020年1月的时候呢，在去年1月，他做了这个公民申请的面试哦，那已经通过喽，但是。去年1月通过面试，到现在一转眼也就1年半了，一直都没有收到这个宣誓的通知哦。那没有宣誓，是不是就表示你还不是正式的公民呢？那如果没有拿到公民纸的话，他怎么样去办美国护照呢？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现在宣誓完毕之后都已经啊，不，现在面试完毕之后都不会这种团体聚在一起再来做这个宣誓的动作呢？现在是不是别人已经通知去了，是他自己不晓得哦？最新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中间经过你知道吗？去年三月份不是有这个封城吗？整个 California 整个加州都有这个暂停的这个状况哦。请问有没有人在之前通过面试，现在也一样没有拿到这个宣誓仪式，没有拿到公民纸的哦？那我们 Call 小天使今天为大家找到经验满满关于这种申请移民事务很有这种见解的，这是我们格兰律师事务所的杨经理 Cindy， 请他来帮我们做一下解答。Cindy 早安。哎，早上好。对，这位朋友好像运气真的不好啊，去年的1月份考试通过，到现在已经1年半都多了吧，就没有收到宣誓通知。这个情况呢怎么办呢？首先呢，您要看一下您当时呢在去年1月份考试通过以后啊，移民官一定要给你一张纸，就是当时考完以后当场就有一张纸给你啊，他会在上面画有一些选项，你看他画的那个是不是真的是给你画的是 congratulation， 就是恭喜你啊，你这个都通过了。那也有可能呢，如果你没有看到他画这个，你看他是不是画的是说你这个案子要等 further review， 就是要进一步的审核。OK。所以说，不要觉得说我今天去面试了，考试是没问题啊，因为考试都通过了，英文都考试通过了，他也没有话说让我去第二次面谈，要再考什么历史、再考读写，这个都没有，确定没有画这些选项。那你要看说他画的选项是不是有说恭喜你，你有没有看到那行字说恭喜你，你通过了哈。因为呢，入籍呢不只是考英文这么简单，它还有另外一个内容，就是移民局内部的审核，确定说您从进入美国的那一天开始到你拿绿卡一直到现在，你的所有一切的记录都是非常正常的。这个呢，所以这位朋友遇到这种情况呢，除了看你那张纸之外呢，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先检查一下自己啊。就刚才我们说的，从你拿旅游或者学生或者什么其他签证进来，你拿那个签证的时候填写的签证资料有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有些人呢原来办旅游观光签证的时候他明明是单身，可是为了拿到签证啊，他就也不是他，就是帮他办的中介、旅游中介什么的，去给他填个已婚啊。那他来到美国以后，比如说啊，认识了他的这个另一半，结婚啊什么的，他就通过结婚拿到绿卡。可是以前说实在的，办绿卡的时候，移民局对之前填写的这些资料审核的不是那么严格，可能就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你在入籍的时候，移民局真的是把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你这个旅游签证的这些资料都调出来，哇，全部来核对，只要这里对不上，你可能就会有问题哈。所以这是你要自查，还有你在办绿卡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提供过一些信息或者资料是有问题的？再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在世界任何地方，在任何时间段有被逮捕过呀、被拘留过呀，或者被控告啊、这些记录？或者说你自己没事情啊？是不是有一天有什么政府机构的人找你去了解情况、调查情况，可能别的案子牵扯到你，有可能你是只是一个证人提供信息啊。但凡你有这些可能相关的问题的时候，你不宣誓就是正常的，就是移民局内部对你的调查没有结束。如果你说我没有，你讲的所有这些都没有，我全部查过，我什么都没有，那就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您可能去年真的是那个时间点，你考完以后本来可能2月份3月份就要安排你宣誓正常，结果突然间疫情就所有东西都暂停了，然后你的档案就不知道被本来是放在那个书架上哈，那个盒子里要安排去宣誓的，就后来那个盒子搬来搬去过了这么久就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呀，都有可能有这个情况啊。那如果这个情况的话呢，你是
去移民局写信，其实就是让写信、发邮件。这个呢，不是说没用，有用，但是你要控制速度，你不能说我刚写了一封信，过了3个礼拜我又写一封信啊，又做一个网上的查询。有时候呢，人家说了你做了查询，你要等多长时间？在这时间之内，你千万不要再送另外一个查询。虽然在电脑上也可以操作哈，但是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呢，移民局的系统就自动的把你的这个账号给锁死了，你下次再发什么就收不到了。天哪，查太多还不行啊！哦，对，因为你想哈，因为这等于重复工作嘛。你今天一件事情你问了好了，但是，是让你前面有很多人在排队等处理，你今天你等不及了，你又送了一份查询，那就移民局来说等于又一份新的工作。那你同一件事情你反复的发，那就是会造成工作量增加很多倍。所以它的系统大概增加了这一份功能啊。所以说你可以查，但是千万不要说。我今天发一封，过了2天又发一封，这样子做就是事与愿违啊！你就是发一封，不要等你6个礼拜，就等6个礼拜，6个礼拜你没有收到，这个时候说 OK，你就再发一封。好的。所以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在这个去年1月份的话，现在应该早就已经宣誓了嘛，对不对？如果是正常都已经通过了，说他可以是变公民的话，一般在疫情期间等待期是多久啊？2、3个月就可以了吗？啊，其实是这样子啊，在疫情移民局不是有关门暂时的关门停止面谈几个月吗？之后又恢复了，恢复以后哈，真的是不用等几个月，以前是考完以后也要等嘛，最快也要等1个星期啊，有人试过1个星期收到宣誓通知的啊，正常大概等1个月2个月是很正常。可是呢，在疫情期间移民局恢复办公以后呢，真的是特别好，很多考试的这个朋友们考完以后当天。考完以后，马上不用离开移民局，等着把你带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啊，然后就在那边就当场就拿了公民证啊。很多人是这样的，有个别的没有当天宣誓也是很快的，比如说在几天之内，1个星期之内就安排你再去了，因为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每个月基本上都有一场，有时候有2场，是把大家都集中在一个什对么呀，会展中心哦，很大的地方啊，是，成千上万的人去宣誓，因为疫情嘛，不能这么多人聚会。所以他就是安排在当地的移民局现场就给你解决了，有些是在这个移民局外边的停车场里面哈，停车场就就很可以方了便，哎，对对对，就这个宣誓仪式就结束了，也是蛮简单的啊。所以这位朋友，反正呢，要不然就是你自己有点问题，要不然呢就是你运气不好，你的这个档案可能丢到哪里去了啊？那你如果真的这样查了2、3次以后都没有结果的话，你还有一个办法。你说我没有办法了，我查过了，那你把你查询的记录留着。我说你还有2个办法，一个是不花钱的，你可以去找这个你当地的国会议员啊，找国会议员都有办公室啊，就是是帮大是，家解决各种各样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哎，给他们你去表找现的机他，会到了，哎，然后议员办公室就会帮你跟移民局联络，这是一个不花钱的方法啊。哎。还有一个，你说，哎呀，议员办公室也是很慢嘛，因为他不止处理你一个案子，对不对？哎，还有一个办法，你就是花钱。请律师哦，直接去诉讼告移民局，哇，这就是你我没有问题。首先你自己查过，你确定没问题是啊，是，然后你就请律师去诉讼，跟移民局打官司说，说你这个完全超过了正常的作业的时间，哎，你恢复正常办公，现在都已经很久了嘛，是是，啊，那我就告你这个，就是你因为你这个工作效率的问题啊，造哎。成我现在不宣誓你就不是公民啊。你怎么可能去领护照呢？绝对不可能的。你还是你原来的这个国籍嘛，是是所是，以你可以去诉讼。诉讼的好处就是，今天你一旦诉讼的话，就是立案了嘛。然后移民局要安排一个他的律师来跟你，马上就有人来负责了，是安排一个是，专人来负责你的哎，案子啊。这种好，官司有什么好打的？那他啊，就会马上去到处去找你的档案，那这问题怎么就比较快解决了。哎，所以还是要动作一下哦。这位这个听众，你赶快呢，哎，不管是国会议员也好，或者自己赶快上网去查询也好，或者是大家都不理你，你自己找个律师也好，这一定要有动作，因为这样看起来是非常不正常啊。去年的这个1月份到现在哦，所以赶快抓紧时间哦，希望你可以赶快拿到你的这个公民证。